女在公车上大声嚷嚷，不满司机为何只开前门不让她在后门上车。你说你偏心在你前面开，我没有偏歪偏，刚好在你正前面。当时公车还在行驶，司机要看路，还要安抚女乘客情绪，但她还是不停跳针，甚至拍照扬言检举。你不要影响人家开车的情绪啦，人家司机是好意啦。要让你开门，让你赶快上来啦！连旁边乘客都看不下去，帮司机说话，女乘客才停止碎念，按铃下车。事发23号晚上7点多，台中5号公车，司机解释只开前门是为了让乘客方便上车。不是不能开，我所以我才会质问他，我说我已经在你前门，你就跑到后门，好像是在整我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开前门一定要从后门，这样也不好。全航客运表示，根据正确的 SOP， 司机必须同时开启前后车门，已经口头告诫并向乘客道歉，但路况多变，偶尔疏忽也是情有可原，碰上乘客发脾气只能默默往肚子里吞。记者徐文李云杰台中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，与时俱进，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